这是1992年我国发射奥星失败的真实影像。点火启动数秒后，火箭居然纹丝不动地矗立在发射台，这不仅令围坐在电视前的观众们顿感惊讶，更让中国在国际航天市场尴尬无比。自从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凌空爆炸以来，火箭各类事故频发，因此国外卫星发射便急于寻求新的发射场地。 而此时，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，吸引了国外卫星公司的目光，因而纷纷前来我国洽谈合作。发射奥星的任务就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。此时，电视台也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进行电视直播，附近的民众甚至直接来到山头近距离观看。在全球上一名观众的注视下，火箭被点燃。然而，令人诧异的是，几秒钟过去了，火箭却依然待在原地，并冒出浓烈的黄色剧毒烟雾。 工程师们顿感不妙，而美澳的工作人员也傻了眼，呆愣在座位上。本想借此次发射宣传我国的发射技术，没想到却是如此结局。电视主持人紧急宣布直播到此结束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转播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然而，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。此时，火箭的一级燃料仍处于燃烧状态，其体内剩余的上百吨燃料一旦燃烧爆炸， 卫星发射基地将陷入一片火海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因而，工作人员不仅要保证奥星的安全，更要确保火箭不会在下一秒突然爆炸。随即，现场的官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紧急抢修。好在技术人员们确认了火箭在点火后的7秒内已经开启了自动关机，才为抢险人员创造了条件。经过此事，我国航天人员知耻后勇，找出了问题所在。 原来是一块2厘米左右的多余铝屑在火箭点火时产生了电弧，连接了关机触点，造成火箭发射失败。经过改进后，奥星最终在半年后成功发射升天。